受，多难受啊！你们怎么喜欢听这些破玩意儿？啊！而且刚刚这个李强在表演过程中一直说让我开除陈顾是不可能的，我再次保证，陈哥呢，我是肯定不会开除的，因为开除了陈顾以后，啊，大家就会发现我们公司跟所有公司都一样，领导的领导其实比领导更不会领导。让我们掌声有请陈顾。大家好，我是陈顾。山东的老乡们，你们好吗？哇，太棒了！我第一次来到山东演出啊，太高兴了啊！本来特别高兴了，但是刚刚听了这个李强老师的脱口秀，想不到我当领导这么危险啊，太过分了啊！应该是我的下属找了他，想要把我搞掉啊。这个没事儿，李诞也保证了啊。而且当领导其实真的很好啊，当领导有这么一个好处，就是你在公司可以讲烂梗。你讲一个烂梗，下面还是会哈哈大笑，哇！而且随着我的职级越高，大家笑得越来越大声了。我现在就明白为什么李诞那么好笑了。官大一级笑死人啊！这个我现在最怕的就是我退休的那一天，哇，可能一个梗都不好笑了啊。当然了，这个领导也有领导的不容易啊。当了领导之后呢，同事们就不怎么带我玩了。我也问过，我说这帮演员说带领导一起玩像团建，这个有领导在容易放不开。我说这个怎么会放不开呢？关于放开放不开的问题啊，我要讲三点啊。玩就要有玩的样子啊，不要有思想包袱，只要你肯努力就能放得开。阳光总在风雨后，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放开啊。这个最终呢，我们要做到当放则放，收放自如，要有意义的放，有原则的放，要放到实处啊。大家听完之后说，领导你能不能不要再放了。好，我就不放了啊。这个当然我也不容易啊，我也不是一出生就当领导的啊，我也在不断的学习。就像我们嘉宾说的一样，我们要学会向上管理， PUA 你的老板。对啊，我觉得有些事就是要让老板觉得啊都是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董事长啊，老叶啊，经常来我们的读稿会啊指指点点，对段子提出一些非常无理的要求，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啊。我有次就受不了老叶了，我说你会写你写，他就出去写了啊，发现不会啊，然后他就不来读稿会了。当然了，这招对我的下属就没有用。我跟他们说你会演你演，他们就去演了啊，发现自己好会演啊，哇，越演越红哇，甚至有个人都演成了气氛大王。这个最近当了领导呢，还有一个烦恼就是徐志胜啊，哎，志胜太会拍马屁了，拍得太好了哇，太舒服了。跟他一块出去录节目都是哇，陈哥渴不渴？陈哥饿不饿？陈哥你先别出去，我先去打探打探，你再耍会儿大牌。有时候我觉得当领导很难，不是领导不坚定，是糖衣炮弹太甜了。我现在最庆幸的就是还好志胜是个男的。当然了，这个只是一个想法了，这个其实当了领导之后发现呢，员工有难处，领导也有难处啊。我这句不是在为领导辩解啊，我是在为自己辩解啊。比如说领导就没有资格表达负面情绪，否则军心就乱了，对吧？你想象一下，两军对峙，大战在即，刘备深夜发了条朋友圈，毁灭吧，累了。这谁还想打仗，对吧？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 emo。 他扭头一看，哎呀，张飞也躺平了，关羽也摆烂了，诸葛亮一看能打的都放弃了，年终奖也没戏了，算了，我去给司马懿当小弟了。
最后呢，说了这么多了，还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职场的真正的经验了啊。这个我觉得一个公司想要好，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把各自的活干好。职场关系简单一点，就领导呢多跟员工谈工资，员工跟领导谈梦想，就少一些都是什么一家人啊，都是兄弟姐妹这样的废话，对吧？我们就是非常纯粹的同事关系。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你可以叫我成哥，但你事儿没做好，我不会把你当兄弟。好，谢谢大家，我是程璐，谢谢。这句话好领导啊，当真了，就是说给咱们几个听的，这真是。程哥叫程哥吧，叫程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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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感谢程哥，我们公司真的是有福气呀、啊。当然，更有福气的是。好友好友梗，快乐不用等，感谢加一点就好些好些的海天好友独家冠名播出，无忧无虑无乳糖，咻的一下就吸收，感谢就要好吸收营养不将就的舒化无乳糖牛奶赞助播出，买保险上哪找，微信服务找微保，感谢真的懂保险的腾讯微保赞助播出，谢谢各位。下一个上场的啊、天真，天真呢不刚刚也说了，出个一本书把自己当回事儿，确实很喜欢给职场新人很多的建议，也给各位职场新人提个醒，就是这种啊当了很多年老板的人给职场新人说啊你要把自己当回事儿，主要呢其实都是为了给自己省点事儿。掌声欢迎杨天真。很美是吧？对不对？来一起说一下，你很美。你很美。谢谢。好开心啊，录这个节目。大家好，我是杨天真啊。我确实写了一本书，叫做《把自己当回事儿》。书里面呢，写了很多我当员工的时候向上管理老板的一些手段。然后李诞呢，看了这本书非常激动哈，他不仅主动给我写了推荐语，还说你的书我全包了，我要保证效果每一个员工都买不到它。因为啊，因为我很早进入职场哈，不要看我现在是个非常强势的老板，我也当过非常强势的员工，所以今天呢，我就是来教大家作为员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老板。有一种老板呢是霸道型的，就啥事儿他都想插一脚，动不动呢就说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